现在资本战启动对我们的影响是怎么样？我想我们这个部分还在详细的了解细部的状况。我也没你那么多的人员，我都了解了，你不了解。那你不了解，可是你非常有信心，明年绝对展望非常好。我这厉害耶，部长，我这个资料给你是第三次给你哦，你今天看这个资料不是第一次哦，是已经是第三次给你。我就很简单的问你，你113年编的这21.4%、34.5%。然后跟着这个资本战不是跟你的证交税也有关系吗？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丢甩锅甩到经济部，我说厉害耶，跟土地长把锅甩给财政部，农业部把锅甩给财政部，国发会甩给财政部，财政部现在关于这个资本战的部分在甩锅甩回经济部，我们的各部会到底要甩锅甩成什么样？